Hey, yeah.接体现，打身后廖家俊进来了，横传远端打门扳回一球。广州城在下半场比赛替补上场的卡尔多纳打进进球，为广州城动作显得有点僵硬了。这次又是打身后，其实这球基本已经防下来了，但是廖家俊先捅一步过掉了布鲁诺，并且冷静地看到了远端插上的卡尔多纳，最终把球打进。张振强这球已经防到了，但是在高速的移动当中很难调整自己的身体，这球打在他身上。
呜、这一下铲球放到后卫，到底在哪儿才算是手球？估计有一些球迷是看过这个给出的配图的啊，当时就像是穿着一个短袖的球员一样，短袖的这个部分是算做了肩部。远端有队员套上，继续坐直塞，卡尔多纳转过身右脚打，这一下打的卡尔多纳，卡尔多纳，两个左脚下许东这次犯规，这个球比赛还在继续的场景，所有的比赛胜负都是重要的。卡尔多纳头球坐下来，射门的一瞬间，叶中秋把球断下来，向前的解围获得了边线球，卡尔多纳不满，很快就能够为广州城队出战。吉利尔梅如果能回到球队当中的话，对于广州城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次左边路，卡尔多纳想要挑球过人，想想又过来接一下，之后再传中，第落点还是广州城队的控制。上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刚刚那个角球是第七个角球了，一块达布罗已经往中路走了，高天翼呢给了一个往外侧的传球，卡多纳断球之后右不路有机会，苏文杰第一时间怕越位没有启动。卡多纳陈志钊上场之后应该是换下了中场球员张工，张工上场比赛呢有一张黄牌，在防守端压力又比较大，快速把球分出来给到卡尔多纳，一对一面对王刚的防守，右边路这边有空间，把球传过来禁区内，樊云龙再给到中路，李湘边路控球，后点有队友在接应，跟进上来头球攻门，这个球卡尔多纳，卡尔多纳也正好是拍马赶到，但是皮球比呢控制方向很困难，球顶出来力量很大。这是十一号这边有，又一位是十七号甘瑞，双后腰是三十九号甘超和八号周定阳，前面的三叉戟是十五号吴贵超、十号罗布诺和九号菲利佩。菲利佩头球顶下来，罗布诺再停一下，吴贵超等待队友进禁区，给的不错，卡尔多纳回做一步，李提香就像这一次一疼，当他能够插上的时候，就可以把成都荣城的防线向后。成功的进攻梳理，右边路卡尔多纳回敲给到吉利尔梅，再敲一下陈君乐右脚。卡尔多纳别看个子小，但是刚才身体用的是真好，面对刘涛的上抢，不仅没有丢重心，还把球做了出来，右边路又有空当了，那些横传顶到禁区里，小角度扣回来，回传再打，但是慢动作再来看，确实是不越位的，卡尔多纳分到右边路，桂红呢从内切到给卡尔多纳到领进禁区再给回来的射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腾讯体育给各位带来的2022赛季中国平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比赛第十。一腾反击的机会，卡尔多纳自己带球向前过了一关，身边的队友不多，但是吸引了防守兵力，斜线给到右边路宋文杰进到禁区里，没有得到什么的机会，左脚再打已经晚了一步。送直线给到禁区里，转身二点保护下来，卡尔多纳还是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，来
回到了几乎同样的位置，在做运动战，张弓，再起冲。其实正常情况下呢，刚刚经历过隔离的球员，身体状态一定不会是足够好的。风啊，逐渐又打回到中场，尝试过很多的位置。这次进攻机会不错，小角度打门，加强把球拿下来，向前第一步趟得很出色。卡尔多纳还能再往前走，左边路已经出现了空当，李提香在等，没有传。上庭补时现在也是进入到尾声，又是从中路拉边的转移球，后防线队友的套边，就是想做一个外。转得很快，限制背身，横向移动，摆脱背身防守。另外，之前上方。停一下，二点再来争抢，卡尔多拿下来，直接起脚打门了。卡尔门确实是这样的。好的，转过来，远端陈俊乐在要球，看这次卡尔多拿继续连猛的漂亮，再扣小角度，接着想打门，外围弧顶再打，打高。再来看，打冯木轩身后，抹进去，直接站住身位，再一扣，晃过一个。再练两场，卡尔多纳再找两场感觉，上赛季那个无所不能的广州城核心，再磕一下，看广州城反击，哎，背后犯规了，迪里姆拉提，看第二下没拿好，看卡尔多纳现在前面，苏文杰也在，门将出来，双拳打出去，谢鹏飞拿球，邓航文起球啊，这个两下呢在。米尔森想要起球没有成功，看看防守反击，哎，这一下拉人了，这得吃牌。把球传导到右一另一侧，哎，多进行横向的传导，不要着急一脚，还要再传一传，不要太粘球。卡尔多纳。卡尔多纳来到中路接应，再推给左边，这边有李提香，一对一面对董宇，送身后，卡尔多纳到禁区里，第一步被张佳琪封出来，拼身体，张佳琪真是不再怕的。卡尔多纳把球抢下来，禁区里只有一个点，强行传中，有变线，但是赵博成功，直塞给的不错，卡尔多纳过去了，到禁区里已经有射门的机会，身体不占优势，这冲刺和覆盖做的都很好。小范围的传切配合，卡尔多纳身边有队友在帮他，但是需要他抬头看到，像这次给到右边路来的中锋，三个人是可以完成轮转换位的。高天宇面对卡尔多纳，球给的不错，张弓推直线到禁区里，
卡尔多纳先把球控住，抬头再观察，梁栋恒的放铲没有放倒卡尔多纳，给身后机会出来了，来到禁区小角度一扣被放倒。包括卡尔多纳其实今天也还并不是在他自己最佳的状态，他也是在这个赛季第一阶段打得快一半的。右边路卡尔多纳摔倒了，让李提香干脆是打到锋线上，还有没有反击卡尔多纳？哦，卡尔多纳准备一个人单枪匹马往前干的时候呢，这是被对手犯规了。李提香，找个子进攻前场。卡尔多纳